周汤豪不仅外形帅气，优秀的音乐才华更是虏获一票忠实粉丝。拥有高人气的他也时常在社群与大家互动，但近日却和网友发生比战，引发热议。起因是他最近参加校园活动，台下观众在他表演时故意大喊潘玮柏，事后他在社群晒自拍照，又有网友留言说他怎么那么像玮柏。此话一出，再度激怒周汤豪，直接回了一个中指符号，很呛对方。后来他也解释，从来不会因为像谁而不爽，这笑话自己都讲多少年了，但故意把我叫成谁或一直来弄我是两回事。对此也有粉丝替他抱不平，表示被说像不像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有没有尊重别人吧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